所以会变成你前面的勒等哇哇，所以变那个塞是很短的啊。我刚刚听了两次都这样，现在重复一遍，这里还是这样，所以你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。要连贯，就是你那个卡拉太长，所以变成你那个塞是出不来，因为后面勒等已经出来，所以你那个塞是交代的不清不楚，有一点短，哦，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哈。好，其他的。